将来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助理，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像有一个专职秘书一样，很多时候他可能比秘书还更聪明一些，就是他可以记住，就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记住的这个海量的这种知识，对吧？他可能会多种不同的这个语言，那跟现在的这种人的这个自然人的秘书呢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对于搜索来说，其实我们今天比较习惯的是我输入一个关键词获得相应的信息，那未来的话呢，我输入一个关键词进入的可能就是一个直播间，这里头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专家来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么他们的这种回答呢可能会更权威更加及时更有针对性。